建设跟服务，感谢你们。是，这时候就有掌声有请我们龙潭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张明成里长来向代表所有各位里长啊，向我们的龙潭夫妻及所有保健问候。最亲爱的邓区长啊，还有我们周杰委员，以及在座的各位里长伙伴，以及我们今天受表扬的各位夫妻、各位保健，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看到三位的伙伴夫妻哈，那么实际上是我们这里所推出来的一个人选哈。那不管这个人选是年长或年轻，都是为了社区、为了公益，甚至为了家庭而努力。那么克勤克俭、耐苦耐劳，公益绝对是不输人的哈。不管你看到各位保健，看到每个保健的一个带来的一些花束啊，那表示对今天的夫妻节讲的，对夫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意哈。那么人生啊，或许整个一个夫妻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少年的一个贫苦也好，或者是青少年遇到的一个战争，年壮的时候的一个奋斗，中年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也好，那么到老的时候哈，都是有儿孙来陪伴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日子。那么这个日子都是你一生最幸福、最美满的一个时刻。那有儿孙在身边，相信爸爸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那你看到所有的宝券哈，看到刚刚我们张姐所提的午夜的母亲节，来陪伴母亲的宝券都非常的多。那么呢，父亲也是一样，好，看到我们在座的各位宝健一起来陪伴爸爸，接受今天的一个表扬。那这边呢，我已经代表我们龙潭区30个里长哈。来恭喜受表扬的各位模范父亲哈。那么最后我们三个里长一起都好，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祝在座的各位来宾及乡亲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是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各位里长，谢谢各位里长能够在为我们龙潭所有各里非常的辛苦跟辛劳，而且可以讲啊，叫不眠不休。怎么说不眠不休呢？因为在白天时间在忙着巡视我们所有的这个责任区，在晚上时间有任何的事情，我们的里长哈，二话不说，立刻的哈来为我们民众来服务。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各位里长，谢谢您，辛苦您，谢谢。是由我们桃园市政府社会局妇女福利及儿童护育科科长钟梅金科长，科长好，欢迎代表我们市政府来领。是我们有请科长是否要跟各位在场的各位贵宾来问候？是啊，是的，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桃园市政府由我们的社会局由我们钟梅金科长的特别来领，也非常的客气啊。那我们待会呢，市长会莅临啊。是的，好，接下来。所有的各位模范母亲跟所有的各位保眷们跟各位里长，今天我们非常的用心来安排了这一段国际级的舞蹈，要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舞蹈呢，是在我们各位知道，在龙潭每年都有龙舟赛，龙舟我们在前几年当中，在水上全国第一个水上的舞台剧，就在我们的龙潭观光大池，叫做《红菱梦》啊。这个《红菱梦》呢，曾经在我们桃园龙潭这边来演出，然后呢，将我们这个名声打到全国，而且到国际上去。所以，我们代表带着我们这些的，当初我们在为龙潭、为我们文艺表演的这些舞蹈者呢，也要来带来精彩的、美丽的舞蹈。在这美丽舞蹈之前，来介绍我们龙潭三合里里长谢金奇里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谢谢。是由我们龙潭豆儿舞蹈团朱翠琴老师，是由我们中华民国我们是侨委会的文化老师，经常带着我们的舞蹈群到国外来去宣导，来去为我们
所有的潮包们啊，来进行舞蹈的表演跟交流。是的，我们这一次就由现场的各位贵宾们，请以你的最热情的掌声及欢呼声，来欢迎我们豆儿舞蹈团朱翠君老师所带来的富贵芙蓉，来献给我们在座所有模范，好吗？我们有请。